都会掐这个。讲这个台湾历史啦吼，这页介绍完，拢在人手头来对，乌白介绍。好人化作歹人，甲你讲做歹人；歹人甲你讲做好人。啊，我来去研究历史，我本来读商学做生意，啊，就是有钱去看到五方吼，讲迄个计，讲五方伊个代志计，咱小学个时阵，大家拢有读个。五方是真伟大个人物的吼，哦，牺牲家己，讲迄个。啊，我第二波思考就是讲，五方六计，五方是一个真低级的公务员，啊，都会使计。啊，若较大粒就大个，啊，就计较大。啊，若上大粒的吼，哦，计较落，无认真，无认真的。所以阮老爸甲讲哦，台湾破断，连做头看。哦，啊，到尾即阵哦，一句话也讲是，可信度也都真悬啦吼。所以我即摆伫讲个代志哦，拢就由台湾人的立场出发来去思考，来写一个书注。哦，啊，我后壁有一二十本的书哦，自由奉献哦，啊，拢要互民政府哦，你要交完钱拢无要紧哦。来，即即摆是我讲第二集哦，这个。台湾吼的都市吼，这是1683年晚清政府来占台湾时阵的地图。哦，你讲这彩色的，那是晚清政府占的。啊好，来，我徛后边一部，哈、哦。我徛这边就会，哈、哦。哦，啊这边就扎着无，哈、哦，快点。这猪肉面的关系吼，占长啦。1863年，1683年吼，1683年，今年就是李成功，因这个家族退出台湾的今年，完整政府来占台湾吼、哦。啊，所以这后边的爸爸吼，连名都无，叫做后山。哦，所以到我今仔日，花莲这选举叫做后山选举，就是这个理由。啊，这个到到晚清，拢总占台湾283年，所以我写一本书叫《满清据台第一山》，283年，吼、哦，283年中间，伊加过一个吼，加过一个说的叫做卡马兰，格马兰呐、啊，哦，那叫做格马兰，就是因为加这个宜兰这个所在是卡马兰族。格满达兰族了，这是比波族，哦啊，所以这个五山来开垦半工，好啊，啊这个人啊做名册，啊做土地成本，这好啊，提起予完成政府，拜托完成政府，把这卡马兰这个土地收归大清帝国。大清帝国考虑两年，国不离三种，大概来修理嘛，啊，那个考虑两年，土地要送你，你还阁在考虑两年，哦，迄理由是安怎呢？即台湾的土地吼、哦，西隆来甲食吼时阵吼，因来当然承认即款所在，即款所在是边地的所在吼，有田有田。拢总18000家，西隆7000家，地啊落去，这叫西大厝。伊分做10个所在收租。啊，晚清政府哦，晚清政府哦，该安怎处理？你会使住台湾，会住北京。啊，你要贪污腐化，去台湾贪污腐化，我去遐收租，叫鬼政府该杀去北京城。所以西隆的后代都无人住台湾，哦，你爱注意哦。李成功的后代无人住台湾哦，那会使就让上你一挂人住台湾。哦，啊，即嘛，啊，这土地是安怎？土地是
这关前政府吼、哦，有一个规定吼、哦，叫做来台湾做做官的吼、哦，干来先来做三年，对，三年官两年满，两年什么满你知？六年这个满满满，三年官两年半，哦，这是台这是台湾的俗语的吼，这日本时代俗语讲天下第一公的，这更加好会下风的吼。哦即落拢哦，甲迄个时阵讲出来，吼。即爱即个歪收入即个土地的原因，就是讲，迄、那个关前政府哦，就看即个土地的时阵哦，即、这个登记阮小弟的名，啊，阮亲戚的名，啊，你当只工作吼，小弟，你的土，你即个土地你爱给纳税税，赚租。啊！你即摆做好啊，即个表来，我都未贪污的。所以公布第三，就得开两年的时间，再来把即个卡马兰收一下。最近有一个汽车公司叫做格马兰汽车，哦，搞的一个公司哦，就是他们讲哦，就是讲哦。咱过去对这客户的观念哦，无正健康。咱厝的把客户的人少加点手。哇，大部分的人不敢去。我讲哦，捡骨是为什么来捡骨？哦，我今晚刷落来讲给你听，恁恁都爱捡骨，因为你看迄个埃及的金字塔，伊有在捡骨无？没得捡，无捡了。无，伊一个无起一个金字塔起来，啊，都捡骨都搁再起一个哦，无迄落来。这个。在南京吼，这个是一挂皇帝无，敢有个捡骨，无敢一个捡骨，但是台湾人捡骨哪里这么普遍？什么理由？无理由，用骗的理由那是啦。啊，你咱安怎用骗你？哦，咱安怎用骗？来，这边来讲，这就本来咱那用骗，就是直接讲不要惊死，然后因拢在台南。台南盐州村周阿伯埕寮，就即马叫做埕寮，即出来台下台下，哎，完全政府看到甲爽，会爽。你即两支骨头吼，到尾就变做翻天的平静。所以吼、哦，就美其名，哦，就开讲吼，即、这个是。就叫做朱成功，就是我之前讲了，哦，这是康熙皇帝讲系名臣遗名士遗臣呐、啊，非朕之乱臣贼子，不是我的乱臣贼子，所以讲李成功已经的骨头哈，骨船哈、哦，离开台湾，过去台泉州一带啦，这个迁墓。这一按就恶了，大家看过？哎，刚才就是恶之前讲的无，哎，讲唔止哦，当时恶一百万门，明朝大大官的无落来恶恶，来等来欣赏，啊，无恶恶嘅，无随等欣赏，都提供，把你说出来等欣赏。啊，咱大家就看过，嗯，啊，咱即款大官，大个大官拢我哋恶恶咧，啊，啥意思？伊讲就叫做扣分。扣分就是讲吼，恁讲啊，恁做啊吼，是为泉州来，为漳州来吼，即摆我该大陆去泉泉州、漳州，这叫做不好啦，又好，一代人受袂通咧，啊，国家即个勒索炸啊起来进来啦，啊，我伫胡润社演讲过那边，讲到这点，改变大家思考。无必要甲恁老爸、恁阿公、恁做诶迄个骨头吼，不去该翻一遍啦。一带落入土为安，所以即个是一个真不良诶、无好诶习惯。哦，啊，我都有一回，阮阿公，阮阿公诶无，啊，阮阿叔主持。啊！都我刚刚都骨头，啊！都捡骨头，对不对？
啊，叫好啊，叫，哦，甲侬起，伊报一大门。啊，起以后，啊，我讲，我迄阵初中诶学生，我阿兄佫一支骨头伊，啊，阮阿姐讲，啊，都有头有脚有手，好啊伊，你看是少惊袂痛诶，即吼，唔对啦，咱欠一骨头嘛袂使哩吼，啊，你去甲伊敲还，啊，你敢对？绝对唔对啦吼，这是第一个。所以讲，伊改造的艺术其实伫破坏风水，但是美其名叫做捡骨。所以这个捡骨的代志，咱即摆清楚，以后都无必要来做捡骨的代志。哦，这个地经甲地神讲吼，无庙啦。在这个清朝的时候，这是对抗晚清的人的，安那都爱给起庙，所以但是台湾人的纪念伊，所以有起一个帝王庙了，哦，这是文，这是武，哦，哦，这啊，即马讲另外一个代志，咱讲这大陆话，哦，啊，因讲这个北京话。啊，咱这台湾话是安怎来的？咱由来爱讲会清楚，哦。河洛话，台湾话就是伫黄河落水的所在，就是当年商朝的中原地带。啊，商朝的官话，哦，啊，这个官话，哦，因为商甲周建宗商人输去了后。到南迁来个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岛、广西、广东、广西吼，都来省吼，有七个省，有七个省，不是每一个省拢在讲河洛话吼，都、就是一个省一个省有部分地区、部分地区在讲河洛话，所以这个国民党来把它丑化台湾话。叫做闽南话，什么叫做闽南？闽是一个门内底一只虫嘞吼，这绝对不是好物件嘞吼，迄虫嘞，闽江以南，哦，闽江以南，但是咱即马讲，已经中国有七个省嘞，你讲台河洛话嘞，你那只讲伊叫闽南话，所以就改矮化，哦，所以以后咱那个哪个？讲咱讲台话，还是讲河洛话，拢正常哦。啊，唔好讲闽南话，迄都是去受药毒哦。咱食药毒，家己阁唔知影哦。啊，即个讲就得谁知影哦？啊，所以即个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岛、广西哦，诶，哦，啊，台湾人。到底是什么款的人？咱敢是汉人的后代，咱绝对有汉气，哦。有一句话在讲：落江死一半，石头消鬼子，什么意思？姓氏啊，落江死的有一半啦，不是死去一半啦，哈、哦。啊，石头哦，鬼子都起笑啦，不免。规阵拢气消了，哦，消规阵了，哦，奇怪，啊那规阵拢去气消，哦，啊那，像阮四季，啊阮伫即个城，哦，台北城遐嘛有规阵拢是四季，我讲，哎呀，你这是几多来？啊，原来是弥补作规划汉时了，啊你是啥？四季，啊我咪叫四季。所以，迄规砖头拢是贵，就不合理的经营啦。哦，这是被包作规划作台湾民族的事。啊，这个林玛丽，这是一个医生，伫这个马街医院做 DNA 的化验的。哦，伊通过英语发表的文章，哦，啊，再翻作中文了后，写一本。
咱吼有无共款的血吼，伫2010年出版，就是讲咱台湾人85%的血是美国做，吼、哦，85%是美国做。咱按个按来讲，我知影个历史记录讲予大家听。荷兰是咱来台湾开始到有去甲你了解一寡，甲你记录一寡，哦，迄阵美国做个人卡，哦，包迄叫做先住民呐、啊，哦，咱即马改翻做原住民哦，即个改法啊，先住民，哦，你不是讲先住民，啊对啦，哦。先住民用60万，啊，汉人是较少，国较早以前，哦，荷兰人在1626年的时候画一幅图出来，就是讲，当时日本人在台南的人口是比汉人的人口较侪，哦，迄有日本人画图做证，哦，啊，这个。即寡人口，即60万的人口哦，啊，到呾李成功要离开台湾的时阵哦，即个离开台湾时阵哦，汉人移民一届约20万，啊，康熙皇帝讲啊，安即简单，咱即马拍到台湾来啊吼，甲即20万人迁来，迁去中国啊，都解决了，台湾即问题永远解决。所以20万，啊，渐渐的变化，所以这个贫富中的人口全愈来愈少，不是愈来愈少，去汉化。贫富中因为无文字，所以无法度通记录，哦，啊是，这是吼，无法度通记录，吼，啊无法度记录，啊全啊无，贫富中还是还是一个问题，伊是不母系社会。查甫掌管，厝的财产是我查某囝，大伯的吼是去用借。啊，这个时候查某掌管的时候吼，哦，即摆有汉人大伯来，即罗汉卡来，就即罗汉卡做阿。哦，啊，但是新出囡仔要叫啥名？简单，但是要姓啥物就啊，都姓汉姓啊，都汉化去啊。所以。伊有基本之下讲，咱老有不同的血液，咱有85%的血流着，伫皮肤中有一个试验吼，咱家己会使试验吼。咱手有伫食吼，还是即只有一顺啦，哦有顺的人知影无？你有知影家己有顺无？小件你手，哦哇真，安尼小个边一个吼，伫边一个。普通你看了可能看过，你说边一个吼，哦，你就落血，走一结束走出来，啊，然后走一顺出来，迄大概就是你过错了，我得打啦，哦，再正手倒手都无要紧啦，啊，有个人讲卡子卡啦吼，避开啦，上尾再避开啦吼，哦，但是迄个我较无迄个记录啦吼。啊，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哦，阮州人吼、哦，往过真少数人口，人口无够汉民族的一趴身来征服着中国大陆，欢喜就欢喜死。啊，即马我加提到，敢要治，无要治了。康熙皇帝哦，就讲哦，台湾乃弹丸之地。台湾配他的大人呀，得之无所加，得有我给相容，去之无所损，该欣赏啊，无损害就行。哦，我即卖哩，诶，该说就讲，我身躯有100，啊，头壳有10箍，诶，捡起来，咁一个我啥物，我负责腰落去嘛，无必要捡啦，啊，欣赏嘛，无要紧啦。即伊迄个心态嘛，哦，所以就买伫台湾，哦，啊买伫台湾，啊买手奈个伫台湾，皇帝个讲买伫啊你下骹手个人，讲
讲要滴，要哪滴？西龙宫，我就滴。啊，都建议，建议中间有一个建议哦，或者空气吼，提供一些建议吼，台湾袂做法。这个是什么建议呢？吼，就是袂使试卷，袂使派去官员三年一任，哦，啊，三年官两年嘛。啊，派去人袂使娶某仔囝。啊，你某仔囝放在中国做人质，做人质 hostage。啊，你都袂做法。哦，安尼。啊，所以这个规定了后，哦，因为这个规定了后，台湾就欠查某，查某就欠，所以有一句话讲，娶一个某，看娘三先提工作。哦，这个某不得了，真有简单。啊，即摆嘛引起招数查某进来，耶，中国人就。红包税咯，都拢代志拢会办咧。啊，迄阵啊无啥人管啦。啊，该摕去菜市买。啊，查某人吼、哦，面较水个啦，较少年个较有计较嘛，对无？啊，若较老个啦吼，都较无计较。啊，袂使互你敬啦。但是伊今日放个布袋来对。啊，布袋吼，袂晓你看面啦，你看面你就知影即少年个老个嘛。啊，互你一个空手会塞落去无？啊，请问你要放倒位？小小可讲一下，讲啊，放倒位啊，来我见。放喙齿，放喙齿啦，对啦，一百分。放恁这二十世纪的习惯，二十一世纪的习惯。啊，那放喙齿，喙齿哦，黑咯。少年的吼、哦，也袂发后脏，对无？咱上后边超过二十岁才发，啊！你放出去，哎、欸，这个有气，哦，啊，所以即摆槟榔其实是拢用有气的，哦，这有原因啦，这不是讲有气的，有无原因，甲你讲有气的，哦，啊，所以有一挂代志，所以吼、哦，袂使娶我囝来。所以台湾全产生民族的大融合，你无娶，你汉人不查某无来，所以你就甲原住民落去通婚啊、哦。哦，啊，即卖我讲吼，完全政府有做一项真歹真歹的代志。迄杀人杀的无形之中，叫做平海五策，要来打地成功，要定定这个海上的代志，有五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沿海三十华里，一华里差不多半公里啦吼，576公尺啦吼，的人袂使住人，袂使起厝。阿尼是要弄遐，阿尼吼郑成功不攻自灭，沿海三十华里，人拢啊切刀，诶、欸，沿海三十华里是上好的精华区，咱靠海是土家的人绝对嘛，阿即马甲你迁走，这个思想哦不得了，还是无法度解释，沿路行沿路死。啊！你要赚偌侪钱嘛？无可能，要赚偌侪成本也无可能。行两个月啊，你都无好势啊咧。哦，啊，去到另外一个所在，我都讨生活。啊，沿海三十万里，诶，这大孤男千万人，哦，所以这吼大量的台死人、台无形着之间，咱的报、咱的历史书拢无写一条，所有船只全部烧去。出版不许下海，一出版你都袂使甲等咧海路。所以啊，咱台湾人吼，咱的先民要移民来台湾的时吼，过一个乌水沟，吼，有一句俗语：十天六死，
三楼一回头，十个去，六个四个无最高，三个留在台湾，啊，一个一个吼，一回头了，就是讲啊，住台湾嘛无关系，我等。啊，那六个四个乌水沟，我看荷兰船建过乌水沟，过来过去，之前讲的船过来过去都无代志的。哦，啊，那移民的人要坐船为乌水沟过去，我去查乌水沟的水流，30华里，啊，30公里了吼，每小时30公里，买晒了，30公里就买晒了，无讲挂强了吼，但是因为所有船只拢甲你小意上，所以你袂使创大只船，你就按过过度的迄款小船啊，啊威胁去，你就变的机会就大，这种有理由啦吼。即、这个第三点就是要提李成功的老爸李吉良，这爱小话讲，这讲好做大干的啦吼，做汉干的啦，听就知影。李吉良哦，本来是海贼出身，啊，最初变做兵，了解收入个做官员，啊，做了袂歹，做了袂歹，但是连忙去了，伊支持唐王，吼、哦，啊，都特别福建，吼、哦，设立一个地区啦，啊，管福建省啊，就一个区来啦，吼、哦，一个省的所在。啊！伊关键性的所在吼，即、这个清朝要来拍福建，要来拍福建，啊，就来李吉良讲，我吼克三省总督的因那边办理。李吉良想讲，我就安尼一省来咧，我三省，我加一广东、广西啊，福建三省总督，其实这三省拢完全要被占掉了。就是甲你答应一个吼，也袂，你也讲袂到的物件吼，甲你答应三省总督的印来互你。哦，李吉良真欢喜。第一，找因囝李成功，今日恁斗阵来斗枪，斗阵来斗枪。啊，李成功讲闹迄个老爸，家境不良，所以就袂介去。啊，就转移沿路吼，李吉良。查带500名的乌人兵，奇怪，那乌人兵，哦，但是这个乌人跟非洲的乌人不同款，这是在南苗一带吼，白黑乌色的吼，像讲印度乌人吼，印度嘛是乌，乌印度啊嘛吼，乌人吼，这款的乌人吼，500名，阿都去。去这个迄、那个诶，福建首府吼，这个福州啊，无头前吼、哦，就是讲诶、欸，我嘛不识，我福州唐王起来的，伊讲你免惊，咱吼两军对峙吼，两个军吼在对吼，伊完全变退30华里，啊，李吉良一看就嗯。我你退30华里，我退200华里，哦，这个，一只狗咁快，哦，退200华里，所以完全都来退了这个福建首府，哦，福州，啊，即卖伊就带人要去福州加温州来讲，来做大官啦，封你一个部长啦，封你一个省长啊，都欢喜到要死。啊，去的时候沿路都袂赶，啊，去个福州，啊，这个贝勒爷，吼、哦，就是这个主持谈判的一个完整的贵族贝勒，介伊就头一个头前加起，完整个头前头壳扎加起，吼、哦，提起来，后边老头当尾流，头一个完整。第二，折箭为盟，甲钱吼，伫塞外蒙古人甲这个满洲人拢相关，伫塞外下棋，
啊，下机哦，是折剑，啊，人很旧爪，旧爪是折剑为猛，啊，这两个动作做了。第三项动作就是，饮酒饮三间，痛饮三日，破。到了第三间哦，人贝勒爷哦，偷偷把李志良做个武器不惊啦，可以甲伊个军队团结。从此，李志良就带北京就无回来啊。啊，去，不做大官无？有，无甲偌大啦。哦，中国是公侯伯子男，封邑一个伯爵的。哦，你是公爵，不是侯啊、哦，伯，啊伯爵，安尼。过十七年了，这个人无利用，计该变怎处理？找一个真水的借口，因家的佣人控告他，全家因国家口岸哦，在一看，啊，然后东西拢算打破的啦，打破拢无算啦，所以就刚刚菜市啊，来大概是，这就是大家的啊。要甲你利用的时候，就来甲你利用；啊，若歹甲你利用，来害死。啊，最近发生第一单，目睭都看会到的时代，就是伫罕见的时阵，有一万多名的什么反共意识，啊，哪有一挂反共意识？遐是伫罕见，是美国用个火海战术，用个机关枪，砰砰砰砰砰砰砰，啊，一边用个人，走走走走走，他互你撞，互你撞，互你撞。啊，就前仆后继，一个火海对人海，这句您不听见吗？啊，那中国人那腿那些无停多，往个人去杀气，你知原因吗？哎，就七八分，哦，这种厉害。嘿哦，国民党投降，共产党250万，这军队哦，集体投降哦。啊，这款军队吼，扣170万，他用出来，咱的外地登去做，扣170万，提起汉奸做炮灰。你若无枪，我后边机关枪甲你拍；你头前美军甲你拍，后边我再甲你拍。所以一个人专冲啊，专冲，人太多，火海起来，接着做大干干。吼、哦，汉奸下流都很困难，爱住，这是讲给大家听。啊，恁卖先讲吼，一寡的游离彷徨，要去做中国汉奸吼，要做大奸的人吼，你讲这话听，好讲一段。阮前边一个个安平，咱台南有一个做的叫安平，但是在福建吼。李成功的故乡叫做安平，啊，所以伊个台南，迄、那个所在叫做安平，伫台南迄个所在叫安平。啊，因老母，李成功的老母是日本人，哦，这日本人吼、哦，人就讲，哎，这本领变起来，咱好走。伊讲，我暗做大官咧，我来惊伊要创啥？哎，但是你爱知影哦。满清的兵看你是敌民哦，无甲你看做同胞哦。刚才国民党看台湾人敌胞啊，现在看你都是做同胞，看做敌胞。敌胞哦，发生一件事情，甲狄成功的老母强奸，啊，狄成功的老母就掉头自杀。啊，狄成功知影消息。迄阵20岁，转哦，迄、那个本来是穿儒装啊，就是讲读书人的衫，阿伯穿穿军装，转去旧装，面对抗满清，所以这个家庭哦，真悲惨。一个老爸是花满清去投亲，啊，引起老母自杀，啊，家里抗清，一个安尼两个小度。
这理由啊，你解释都会通啦，哦。所以这个做白干然后做这个旱干然后下场拢无甲这个好下场，但是表面绝对好，表面绝对真好，表面好不做官咯，不做义丢咯，吼，我滴，好，转过来。甲你乌坟墓，因为中国人相信风水这项，挖出来就破坏风水。安怎破坏你啊？甲你坟墓挖起了后，还是出骨头嘞？骨头甲你连连嘞，我去年啊甲你连着，啊油杯啦，啊之前讲因厝哦，祖先甲油杯，啊油杯油一针了，去甲一个另外一个关吼，就要关个家家来落家。做这种代志啊，啊，所以之前讲气概吼，啊，对台湾呢吼，诶，这款兵啊吼，迄阵台湾有四万名诶，之前讲诶部队，哦，伊去各县吼垦荒啦，垦荒就是做武力啦吼，啊，搁一项代志就是，你这款导航诶士兵吼，甲你派去西伯利亚。去做一下，咱台湾兵是热带兵呢，啊，去西伯利亚是寒带呢，在黑龙江以北吼，在雅克沙战役吼去战，就准备吼你去死死的吼，你这个人那歹死吼，都该杀去也死，所以那有机会讨论一寡，那个解算吼。啊，即嘛都讲温州人就管。温州人入关，哦，入关关什么意思？就长城的意思。啊，有人甲我讲，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我讲哦，长城以北就是中，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啊，对不？甲讲我唔对的人哦，有问题。伊绝对嘛唔敢讲，你讲侵略的嘛。长城就是，我应该讲清楚，哦，长城以北不是，所以一关，哦，这关人一关，啊，关州人哦，啊，不养下鸡，一五九九年，哦，以蒙古文创作满文，以学这蒙古的文，伊那会学汉文来。甲日本人、甲韩国人同款来啊，学一寡汉文，因为有长城建起来。长城建起来时吼，你的兵要来甲侵略困难，但是我的文化要去侵略你嘛无法度。所以伊阵对隔壁的蒙古文、蒙古文，而温州文写了甲汉字写真无同款。哦，啊伊也阁学西藏文。即，讲，啊，咱即摆爱讲，吼、哦，所以伊来统治中国268年，咱稍等再来讲，伊哪有法度来统治中国268年？吼、哦，是靠什么来统治？即、哦这个，加一个狗牛啊，吼、哦，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症。症候群症啦，我记啦吼。斯德哥尔摩大家知影，这是水电的首都啦。啊，咱要讲这段，一个人的心理有关联，所以咱来插一段来讲。哦，这是一种哦认同加害者的现代奴隶。先讲这个斯德哥尔摩这个所在哦，发生在1972年发生一个枪案，银行。抢劫，啊！抢劫、抢匪吼，是去银行内边的啊，抢劫啊！外口建成一堆来包的，啊！安尼相对吼，对峙五天计几小时，算六天啦。啊！这抢匪输去，啊，都叫抓起来。啊！抓起了，去翻译审判。啊，种去翻译新闻，啊，都叫一个证人，哦，就银行的小姐，
啊，当时伊是安怎欺负你们？啊，你啊，结果有一个小姐讲哦，这玉都偌好个咧，真好，我要甲伊订婚。嘿，啊，这款是啥物啦？啊，这是犯啥物病？澳洲世界无法度通解说，无法度通解说，所以一个名，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讲你来同情，你来帮咱加害者，你是受害者的吼，啊来帮咱加害者，你台湾有这款人无？我啊，安尼吼，啊，五百个即马就创啥？这都是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这人破皮啊！啊，所以即马有了李炳瑞讲一句话：台湾有三种熊，一种熊吼，无尾熊叫做无尾熊啊，啊，一只无尾熊啦，啊，上尾迄只只。神经无正常，对不？神经无正常，安尼去到底安尼对。啊，即马讲这个水果牛啊吼，啥物代志？这是发现个过冬年，过冬年吼，这 Hurst， 哦，这少年查某囡仔 Hurst， 这伫台面迄个杂志的印出来吼，这个查某囡仔。伊是赫斯特报系的孙女，因阿公哦做有钱的哦，啊所以哦，人家抓去，强啊，一百万美金，啊因阿公哦 OK， 一百万美金，好哩。哎，啊人家无救出来，袂就讲啊，你安怎一百万好哩啊？你还佫无把阮孙女出来？伊讲爱四百万，伊讲四百万蛮好，好哩。哦，啊，但是一步安怎行，大家安怎行啊？按规定会好，结果无办出来，结果无办。但是这个查某囡仔，过三个月了后，在旧金山有一个银行抢劫案，这查某囡仔被抢，摕一个 AK-47来去抢劫，去录音机给录起，一直看，哦，惊起来，哦，恁查某孙变成强盗。这个也是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同款，这不是讲台湾人会犯的哦，全世界人都有这种症。这个我也蛮大家看到，打败仗的战胜国，这哈、哦，这个我发现没错了。这个中国一定是世界大战搞不正常。白仗，对吧？但是伊是战胜国的，啊来占台湾呢，所以打败仗战胜国，这互你观念稍微较清楚，哦，打败仗战胜国，啊所以你来安讲的时候，你讲安讲什么？日本飞机来轰炸台湾，你个代志都会发生啊，吼、哦。即吼，咱拢个 QA 来讲吼，蒋介石个黄金谎言，即句话，但伊来台湾是一个台湾钱用卡巴个所在，啊，好，即个但伊管一几个月啊，那年吼就四万换一块啊，你个，四万换一块，什么意思？就是讲吼。我买一台变速，开200万，即马干那50块都买唔到，还叫400万一块，五四二十，
包的，五十块换你一台面子，那当然那有扣，扣抢了了，哦，所以四百换一块。哎，就该就讲，哦，你那遐强，伊嘛要学，所以伊在中国哦，发行叫金元券，大概知这样叫金元券。这个黄金，恁家若黄金无来换，我都来切听，我大家都提黄金去换，所以卷了一堆黄金啊，好，这就这。即中国人讲，迄个黄金拢运来台湾，会放屁。咱安怎讲？即个一句话是放屁。蒋介石1949年走路来台湾的时候，台湾是危险的所在，还是安全的所在？难安全，危险到要死去咧。共产党部队可能随。你若认为安全吼，我其他都无法度讲。你若认为无安全的时候，你黄金要藏倒，绝对袂藏台湾，一句话。所以吼，我一个同学，伊黑小岛，伊黑小岛伊就隔壁就一个中国人，讲伊共产党。啊！伊你安怎人个？因为伊是载迄个黄金船的水手啦，为上海吼、哦，黄金吼、哦、载出来。啊，载出来的时阵吼、哦，先靠岸，靠倒位，毋是来靠别人哦，啊，毋是先去靠马尼拉。啊，马尼拉靠岸了。啊，黄金安怎处理？伊毋知影，但是都有处理。啊，拄仔带来带，过人，哦，还是所以啊，拢无要紧。啊，我最近有听一篇演讲，啊，去迄、那个去看迄个黄金的库存的所在，吼、哦，吼、哦，看，讲哦，即款黄金是啥物黄金呢？金杯啦，金盾啦，安尼一款。即款物件赔无钱嘛？你黄金99的，嫌要算真简单嘛？啊，你什么什么金杯、银盾，迄个无较做咧？迄个可能即摆可能可能新店的迄个相对，哦，创业不堪的，所以这个黄金的谎言呐，吼、哦、啊。伊尽量吼、哦，中国人来了，互台湾退步，哦，还有一个蒋介石的葬礼，哦，沿路吼、哦、来过去，哦，大概什么什么什么，跟咱去考一下，像我讲，啊，别就我看到金日成葬礼，我该赶快，哦，啊，这是我的。即写一本书叫做《奴隶》，吼，《奴隶》奴隶，奴隶的时候，我坐巴士吼，为台北车头一个路道，我去死，沿路的迄、那个诶商店的名，伊若写讲台南大米，或者台湾米的，啊若讲湖南菜。啊，即中国味的，哦，啊，中国思想的几间，台湾思想的几间，哦，我一早我都有去区分这件代志，哦，啊，即款的情形下，头前吼、哦，十多年前算的时候，有18间中国思想，哦，啊，8间台湾思想。啊，过10年了后，啊，变之前了后，哎，个改变，8间有中国思想，18间台湾思想，什么理由？以后咱若要去食饭，哦，有些什么菜馆，啊，湘菜我都不爱吃嘞，都夹来这边，
来爱知影，即为细汉代志，家己都爱做起。哦，你爱知影讲，咱来支持台湾咧。哦，即啊，咱个迄个学校个名、商店个名，啊，即拢可以互甲乱七八糟啦。哦，哦，这个啊，即、这个户籍制度是分化个退缩。我有去做统计，1945年日本人撤走了后，台湾人有偌济？600万，有户口600万，这个开始。啊，开始中国人开始进来，进来偌济？你知影无？迄种中毒啊，中毒。我讲哦。迄阵吼，讲60万大军，记未？60万嘛，迄阵囡仔嘛算在内，用查某嘛算在内，嘛在60万大军。你想讲中国人讲话你会信嘞？你若知影讲中国人讲话会信嘞，你就知讲60万大军对60万。啊，我去兵书诶，中兴大学吼、哦、有人做研究。哦，个统计到啊1952年吼，台湾火炮爆炸的时阵吼，有两个讲法，一个60万，一个90万。但是大家头壳内底藏200万，只是安怎藏200万？因为有一个人叫做林永甲，伊讲200万精英啦，哦，无精英啦，哦，迄个户籍制度甲伊分。那甲外省人结婚嘞吼，你户籍随便外省，啊生出来拢外省，啊所以生一个山东孩子，落去山东，啊去到山东人讲伊带包，哦，这都正常，所以咱来讲讲，咱去用挑拨，哦，这汉民族为什么？卫星啊，卫星的主要道理就是跟儒家跟通理家的关系。这个儒家乃命罪至圣先师孔子，那凭着至圣，不管一个人哦，安尼2000年来的拢按徛迄个位哦，讲至圣先师，干那孔子我都徛掉，啥别人拢徛袂掉，什么道理？秦始皇叫做秦一世，啊，二世，到个三世都完蛋了。啊，即嘛换汉朝，到个汉武帝时啦，汉武帝我就讲，奈安问一挂学者，伊个代志，即要安怎办？啊，伊代志就讲啊，即个人啦，哦，孔子即套上好，孔子即套好得多，伊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做君王的甲做臣的，永远君君臣臣。啊，父父子子，做老爸甲囝的关系，有等于父父子子。安尼有通无？真通的吼，但是内底有缺点，缺点在多。君君臣臣的时候，君。会使80岁、90岁，啊，嘛会使3岁。啊，你对3岁要效忠，要效忠一个，你要那个对象向效忠，是唔对。我读去食堂里读迄个西洋史，发现着当罗马帝国一个王朝2000年的历史，啊，伊那我都2000年。原因，因干那用？传予即个王位，传予有能力的成年男子才使做王。啊，所以每一个王，大家看拢是伊得伊的高手的吼。啊，不止迄个3岁，啊，袂晓讲话，啊，袂晓写字，就做王的吼。但是即个制度对做皇帝吼真好，保证因囝、因孙、因拢爱来孝顺。所以我在读高一的时候，读军训课，军训课专吼讲迄个，头一篇个蒋介石在讲，
哦，我今天来改进军事课，改就改就闹怪片，就是提控制的来讲，哦，好你做，好好的做奴隶，这就是统治者家族学，啊，加上科举制度，像那个科举制度，就是讲你爱科举，才会使升官发财，中国人爱上讲爱讲发财哈，带你升官，啊，要科举得咯。一本字叫做四书五经，出来拢免读。所以欧洲世界有工业大革命，地球是圆的，航海从地球是圆的，啊，所以伊个啊都写来个东方世界，中国人也不知影，该不得四书五经，因为四书五经也无家己地球啊，所以这头壳就是红素。啊，说啊，那日本人搁个明治维新就个开放，哦，开放，日本拢去西方去出境，无歪中国个物件，哦，所以日本就强起来，哦，一个甲这个儒学，还一个一个轮回因果论，就是讲人吼，有几你有几个迄个。后代，你有前世后世，人一代还是几啊代？啊，你若感觉有几啊代吼，哦，就叫做轮回嘛。哦，啊，轮回就是讲，哦，你的顶上一世吼，哦，跟下一世，哦，这轮回制度安怎来？这是为印度来。印度吼，哦，是恶人的所在，哦，叫做达克涅人。达克涅人一挂人哦，波兰，第三千年前哦，有雅利安人，这是白人，为伊朗那边都入侵到印度，啊，这白人的民族，无，甲温州人同款，无够一拍死，啊，来通敌一大堆的波兰变啊通敌，就甲人哦，不最死去，婆罗门。沙地利、索婆罗、费斯，不最细的，咱先简单单讲的，一二三四，记。好，这个什么人？做和尚的，宗教开优先的吼，做和尚。第二级，国王军队，迄落文武官员，第二级。第三级，生意人，吼，平民人。第四级，奴隶人。啊，尾就阁加一句叫做 untouchable， 不可触。哦，你准啊讲第三级的甲第四级生出来囡仔，啊，这款囡仔吼，第四级、第五级不可触，这干那会使去吼做迄落打赛啦吼，还是去做迄落跟尸体的抗体这款。啊，那都爱做轮回制度，伊讲吼，哎，各位啊。你一生来对吼，你就做奴隶吼，好好做奴隶，后世人甲你升一级，对吼，砍嘴无机啦。所以这轮回制度，到现在在头壳吼，经常会去吼运用去，你会变做人的奴隶，唔知啊？你都啊，一世人叫做啊，一世人来了嘛，你就好好做奴隶就好啊。后世人再来升一级，这就是奴隶制度的来源。哦，为印度遐发明三千年前，所以实行这奴隶制度哦，人统治印度顺顺利利。到咱蒙古人去，这边说啦，哎，啊，有这制度真好啊，我卡条件恁管，哦，啊就管你，我派两个都有法度人管你几个印度啊。英国人就嘛欢喜，甲你管几两三百年，印度就永远做奴隶，印度人永远做奴隶，哦，所以中国人嘛永远做奴隶，哦，还是你看袂出来，通底价，甲比通底价诶皮肤颜色同款，哦，你看较袂出来，但是印度谁看出来？印度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完全白人，
的四季五人。啊，即嘛，讲统一，虽然讲正经要甲中国统一啦，统一了后有啥物现象？哦，即、这个德国，德国哦战败了后，人迄希特勒的教育嘛是甲希特勒甲迄德国人人民哦教育甲迄个真儒化教育嘛教育甲真成功，安奈袂就。叫美国破光去，就是有一个纽伦堡大使，这个审判公开公正，啊，伫审判你到位安怎做安怎做，啊，伫讲讲几年了，大家清醒咧，吼、哦，啊，台湾公务员爱重新筛选，台湾即个公务员吼，拢头壳在对啥物，但是咱台湾吼。过去哦，真侪英雄啦，民族英雄哦。计划伊就是荷兰时代哦，反荷兰人计划伊哦。啊，水鬼林松文、戴尧春，这是清朝的时阵哦。水鬼是阿武王哦，在屏东。林松文中华哦，林松文哦，啊，戴尧春是。较较晚清的时，啊，啊，等大西瓜地好林小鸟，这是日本时代的时阵吼，抗日三兵，吼，抗日三兵就一只西，一只好，一只鸟，吼，啊，甲日本人夹夹吼，乱七八糟。咱台湾啊，我最后我写一文字，叫做一代台湾人。这个拢叫伊拢叫看起，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咱台湾人提德国到菜刀做介绍，下七年会战，啊，日本人来打台湾，开六个月的时间，到为澳队到甲拍个台南，拍个台南。台南的守军吼，老英吼，乌旗军吼，全暗时化妆做阿婆啊，啊穿查某衫吼，为岸边干站，啊所以叫做阿婆那干，叫阿婆那干就是安尼来吼。所以咱台湾俗语吼，你都爱直接知影阿婆那干。咱即马讲咱食饭，哎，阮要来浪啊吼，就是讲再见哦，对，阿婆那干啊，就是这个意思。阿婆人家，这个用六个月时间开72,000名兵，哦，海军用100%来为台湾，哦，占着36,000平方公里的所在。过30年了，9.18事变，日本人派2万名兵去占中国东北。占着平台湾大36倍的所在，人口加14倍的所在，开两个月。啊，即嘛，一个疑问，那出来住喺中国的是台湾人，啊，日本人干那开20,000名兵，爱占偌久才占起来？爱216年，所以你讲台湾人未来无未来，所以。我是讲，一个伟大台湾人，这个统计数字，咱来统计就知影。咱一个武侠事件啦，莫那鲁道啦吼，啊，顶回有讲过好兄弟啦吼，好兄弟是啥意思？好兄弟吼，敢那知影人无多吼，好兄弟就是。在路边吼、哦，死一堆人，啊，装卡的人吼、哦，全家卧一群，来抬，啊，起一间细间啊庙，挑一关，吼、哦，叫做幽燕宫、罗王宫、八四宫、八仙爷，无，恁有看见即款细间啊庙无？逐位拢有啦，即挂人吼、哦，
就是反抗关清，反抗国民党，哦，反抗日本人，哦，啊去予统治者杀死在路边，啊统治者敢有甲你收收尸个？无嘛，啊虽然咱民间的人甲收尸个，啊叫好兄弟嘛，啊好兄弟都是不讲无查某的来对艺术，大部分拢是查甫嘛，啊这是好兄弟，啊即嘛出一个问题予大家，哦记好啦。啊，若去做台奸呢？啊，去予咱台湾人台死，啊，叫做啥物啊？移民呀？对，叫做移民啦。哎，现在是不义之民啦。啊，你讲清楚。哦，所以话咱这头壳内底哦，灌一寡不足，我特别甲一寡不足清一下。我清一下，嘛爱甲大家不足拢清一下。移民呀，移民就是。我去统治者的政府，啊来欺负咱台湾人，啊欺负咱台湾人太死，爱去起一间庙，庙在起庙，无啥人要甲起庙，咱人要甲起庙，吼、哦，这真简单，就是讲咱过去所有经历，吼、哦，吼、哦，就讲给大家听一下，吼、哦。1970年赤脚案，这就是咱今仔日的讲讲者，个郑志才哈，好赤脚案等等。我有阁写一篇哦，世界上巧的民族，台湾民族，咱台湾民族敢有世界上巧？安怎说？你安怎算是世界强欠上欠？哦，我的生活是安尼啦，啊，讲给大家做参考。因为迄本书是2006年出版，啊，参考就是2005年美国资料，美国的这个专利局啦吼、哦、发表的，全美国2004年所发行。发的这个专利证书吼、哦，有得到发明奖，发明的吼、哦，美国人8万件，日本人2万件，第二名，美国人第二名，日本人第二名，第三名是啥？德国，9000件，第四名台湾，6000件，哦，啊我的生活有跟人无？我算过人口数来算，美国平均300个人一件，300个人平均一件，第一名。台湾人270几件，270几个人一件，第二名。日本人260几件，260几个人，啊，德国在后边后边。所以咱台湾已经第二名，但是咱要注意哦，咱用的文字是汉字。汉字无客客家话，咱来用英语的这都这逻辑吼，即查甲美国查10%的准准跳起去啊！所以我都讲，咱台湾民族世界上强，安尼有人反对无 ？OK， 即个台湾民族，哎，结果我有一回在美国在讲即块时吼，即、这个要求。伊讲我有十几件发票，啊是算个台湾人个，啊算个美国人个。我讲啊，你国籍啥物国籍？伊讲伊摕美国籍。我讲啊，你是算美国人啊，无算台湾人。哦，所以那连贯我算来吼、哦，那是早上五点尔。咱讲到2008，吼2008多咱记起，2008的原因第一。咱的生活水平真高，因个真低。咱的识字率哦，有70%，中国人3%。哎，中国人唔捌字一大堆，迄个人来台湾，大家拢唔捌字，啊唔捌字可以去做户籍事务所的所长，官员。
我去读新学校，啊，拄拄着原住民一个学生，一个同学，一姓全，全部的全。我讲诶，啊，你哪有这个、这个、这个系统是汉字，这是韩国系统，姓全部全。我讲恁老爸姓啥？唔在家讲啥，都不是全啦。伊讲阮阿阿叔姓金啦，金门的金啦。我讲阿金甲全都无共字咧，伊讲何志王讲加两点，我贴两点共款，白痴的吼，叫迄个白痴的来管。啊，咱中国人三下先讲一个理由来吼，呀，为什么？咱台湾那70%白痴，爱讲道理啊。咱台湾人伫日本时代的教育叫做国民教育。你无去读书，读书是犯法，大家拢爱去读，所以咱有70%白痴的正常。好、哦，啊，中国人呢，咱无什么什么国民教育，中国人的教育是，你爱去有钱去私塾去拿钱去读，啊，那30%安合理。所以中国人不止30%，啊，去有30%的人管哦，哦，自然二二八都会发生啦，哦，这款的代志哦，因为差上远啦，叫我一个孤立来给你管这头家，啥物啊？哎，讲到国民党清党的原因，国民党清党，那都系清党。这个孙中山讲哦，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句你不听到，对不？哦，就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所以你听到爽，所以个孙中山讲，我给你20,000兵的设备、银钱、武器，一切设备，哦，啊，给你起军校。去一个黄埔军校给你，啊，你派一个人来做校长，啊，孙中山边无代将，啊，无好调化做先锋，这个叫孙中叫蒋介石啊，蒋介石啊去吼，回来就变做黄埔军校的校长，啊，副校长就是迄阵无叫副校长，迄个教务长吼，是啦。做人来，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钱是谁出的，共产党出的钱嘛。啊，他20,000兵的那个配件哦，他建立哦四个师了，应该是建立两个师就好啊，建立四个师，哦，大家艰苦，免那个苏联追阵，较节省点。第四师就说，那个共产党的部队，第四师，上害怕咯，叫第四师去。哎，愈积极，这军队愈积极愈勇，啊，拍个人惊来，哦，拍个人惊来就喏、哦，这个就该叫度量哦，实在有够威，都挡袂掉啊，挡袂掉什么？共产党都清啦，所以中国的大乱源。共产主义迄阵在中国，冒什么陈独秀，哦，或者俄罗斯的物件，这个物件不是讲真歹，哦，啊，但是你无讲伊后败，全该清党，全该台共产党，共产党该台，啊，共产党用苏联做后边，哦，所以引起中国扰乱，就不怎么地，啊，至少60几年啊，60-70年。咱嘛爱讲西方耐强，咱就讲中国安安尼弱吼，啊那西方耐强，西方强的原因是在哪里？哦，这个我去读新学校，发现着这个人欧洲世界嘛在烧金嘞，
因的烧金甲咱的烧金烧法无同款，咱的烧金是金金箔搭一块粗纸，啊，都安尼个片片钱片贵，来去创庙，我唔知，烧烧的啊，都准如何，来去骗啥人？人迄个西方世界是，我甲你骗了，你到新台币一万块来，我印一张赎罪券给你，你甲你会做下面一万块。你死了，摕这张纸去天堂。哦，啊，你来捐十万块，十万块会做甲你下面。你唔在咧骗啥？第一五一七年吼，西方世界吼，迄个觉醒了，气起来，就是骗鬼。哦，但是台湾也不得骗鬼。你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转宗教改革，所以分裂宗教分裂，分作传统的天主教甲新教叫做基督教，这有这个经济这个所在。啊，但是你分裂了后，迄、那个教皇专门抓这个马丁路德的，抓袂到，抓袂到，伊四过站。啊！伊走去山顶，啊，受着迄落诶罗曼帝的诸侯的保护，哦，啊，转也无着，哦，所以也无着转哦。诶，你会使讲地球是圆啊？诶，你以前若讲地球圆诶，啊，你上帝甲囥咧做？啊，佮地球佮晒太阳，哇！你这还佮起啥？哦，迄奈那得了？但是。澳洲世界开放，因为一七年开放，所以思想开放第一点。像我咱这民政府嘛是伫甲你开放思想，伊这个开放的思想的时阵，全伊家地讲地球是伊的，所以顶回我讲，人来到台湾，和台湾叫做 Formosa， 这个名用到即阵，啊，第十七世纪。台湾的名号做三汉汉文的名号做三十个以上三四十个，号袂煞。我讲的名跟你讲的名，唔知是同一个岛啊，无同一个岛。迄个袂晓画地图嘛，无精度，无维度，袂晓学画即款物件，自然，你可靠性不大。西方世界已经侵入个这边，还佫人讲一句话。荷兰兵，荷兰人讲，阮两个荷兰兵，还是两个英国兵，都无法度打败中国五十名，二比五十，啊，这个记录正确，哦，这个记录正确，安怎来讲正确的？一六八三年。哦，一六一年啦吼，狄仁公派25,000兵来打台湾，25,000，25,000兵。迄阵台湾荷兰兵有偌济？荷兰人拢总有2,000人，散布全台湾，伫台南一带敢若1,000名，啊，所以25,000。对1,000人，他们才25倍，对不？啊嘛，拍10个月，你说一天你就多跳跳，拍10个月呢？哦，荷兰人的天造，到了1662年底的吹的造，哦 ，OK。咱头壳内底真侪孔孟思想的遗毒，哦，渐冻。就是要忠君，哦，所以为什么今仔日早起郑自在伫讲去西方世界、去欧洲、去美国留学的学生，来再来推动这个，啊，台湾的全公共联合的代，哦，这就是吼，咱受着孔孟思想的遗毒，当然伫甲你讲这个微博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孔孟思想。一边讲是好，啊，另外一边
可能真侪毒素伫个内底，吼、哦、啊！即、这个统治者绝对是利用毒素甲你传播，毋是讲孔子是歹人，但是统治者是用伊有利的所在来甲你控制，啊！即大多数拢加减讲，即汉民族衰弱的原因啦，吼、哦。即马讲一个较轻松的问题，红门天地会，即、这个吼、哦，我虽然就感觉即个是外省八卦，外省啊八卦，结果研究台湾历史了，哎、欸，唔对咧，哎为台湾发展的咧，哦，即、这个吼、哦，一个叫做陈英华。陈英华吼、哦，在高知内底叫做陈近南，吼、哦。陈英华吼、哦，到即个是李成功的，敢若讲单属一位的人啦吼。啊，伊吼、哦，伊在即个发现讲，为什么少少一趴身的官吏有法度打败汉民族？什么理由？就是因真简单，哦，无钱家己买，中国人爱钱嘛，钱到什么大官了，投降啊，吼、哦，大众了投降啊，啊，甲官位，一边是钱，一边是官，啊，官位吼、哦，像我们康熙的时候，国开放，像博学鸿儒科咯，什么物件，什么人拢会使来官做官，啊，做官吼，那。做一个高官，然后转到头壳拢拍拍，这就是这个汉民族为什么比少数到一趴身的人去统治？啊，咱要安怎做？这个陈年华就讲，什么人袂使互无法度互买收，伊就讲大众。所以伊发明一种红门天地会，内底有暗语，暗语就是讲，我讲一句话吼，啊，即含有某种意思。我做一个动作，我夹一块杯啊，我夹这杯啊吼，我夹夹夹吼，你都知讲吼，我夹这杯啊是无同款。我安尼夹有啥物啥物无同款的所在无？正常吼。啊、我即摆吼做一个动作吼，即、哦、个就是一个三把半箱吼，囥一只，啊囥一只，囥一只吼，代表我的官位吼，我假是会长，啊假是下骹的人吼、哦，我即摆食阿贵的手，阿、啊、我即个甲你拍一个按摩，好无？哎，迄、那个握手吼。哦我头前握手，啊，大家照这方法去后边握手。我卖讲什么，但是我来讲吼，这个符号代表是鸿门的符号，来，我来握手，啊，啊，你跟后边人握手，啊，你知这是怎样子，有意思不？有团到，啊，你跟后边人团结的意思，啊，啊，啊，你知，哎。好嘅，安尼，安尼，大家知影咯？安尼是啥意思？这吼，你知道了，好。外公哦，这就是一手按机啊，你。啊，干啦，阿手会准哦，按落去，别人无看，你知影？我知影，啊，两个拢交起来就，哎，兄弟。对不？这鸿门天地会哦，哎，这招哦，啊，下骹还够招数。来，这个地点啊，这个布阵，虽然我有一个人吼，地点嘛，甲即卖意思，地点也无共款哦。伊哦，一个地，啊，地盘内底放石，啊，外口放石。啊，这啥意思？有人知无？
哎呀，做盖棺，丢丢丢，退一万张金子过来，怪状哈，哎，这个破的，为外口来退进来，这一个暗破的，咱有人听着讲，伊个洪门摆这个茶阵，啊，这茶阵，阿来对的，他说休息，好，布阵哈，用布的，一支地鼓。甲一碗地放喺地盘中，另外一个地地盘外口，要走找甲试探是毋是红门的兄弟，啊！你判定就是甲地放喺盘内底，捧起来啊，烧请你，啊，就爱讲吼，木有城内是乾坤，以其全凭一点红啦。今日异乡来叩门。卖甲红英冻外年啦！你卖甲做外口人吼，咱拢夹夹个样吼，啊，专家迄个问题看无啊？这就是红门提地会吼，啊，这个教授吼，几多来？你是我发明的？这个台湾吼，以前讲吼。传到狄更，哦，狄更迄个时候，西戎派军来，伊就较紧甲即个名册啦，哦，制度啦，哦，哦，啊，一寡文献哦，放喺箱仔内底，哦，啊，甲等咧海路，防范甲等咧海路，等咧海路伊了后，哦，咧海内底，哦，一百万，到尾一百六十几年，才去互福建一个和平街。啊，看到这个物件，啊，看到这个物件吼，专有人写一本书叫做《海顿》，啊，所以我去迄个古林这古资店啊，买了一本《海顿》的书，得知影这款物件，不错。啊，阿你咧，一杯茶，一杯水，啊，变成啥？就给我倒倒起来吼，一个什么看法无？好，这是啊，对对对，水给倒掉。一这水哦，啊这水给倒掉，该。因为水哦叫做清水，清清掉的清。啊，这红门的红，吼、哦，啊，甲水倒掉，啊，甲清水吼，甲、哦、清水倒掉，啊，甲这个。红蝶个动物，啊，虽然会讲，这个双龙争鱼阵，啊，啊，这嘛是同款。破了清水换红茶，到处大位是红甲，以前另外来去啉，相逢不用说饮料哦。嗯，是嘞。哎呀，好无，继续看，过来。阿玲，叫阿玲，这边求救。小可大概小可收集物来，因为安怎呢？我那都爱从这里做哩的。咱以后吼，像我今仔日，咱秘书长吼，给咱一张簿啊，吼，阿嘛多，咱爱想一个方法，大家思想吼，想一个方法，要安怎咱的团体？啊，今仔日话有人建议讲，学个动心吼，哦，卖学动词吼，拢真好个代志吼。啊，这个物件只是。三百多年前的代志，吼、哦，吼、哦，啊，咱知影讲迄个时阵的思考，吼、哦，这个物件，吼、哦，这个物件，互中华民国推翻，你知影唔知影？因为红门为台湾开始，啊，台湾因为战争失利了，即个
顶吼，大家拢是厦门的兄弟，拢到掠去中国，吼、哦，啊掠去中国，啊就去西伯利亚，啊雅克萨战役，啊掠去迄个西北去战争，去做炮灰，啊同时都甲即个学问吼，都传出去啊，吼、哦，传出去，啊传出去伫中国的这個社会吼，全开始有即个厦门的存在。啊，厦门的存在，佫是甲即个厦门即个思想哦，带去欧洲、美国，美国去甲檀香山、孙中山加入厦门的组织，啊，佫伊另外组织一个叫中兴兴中会，即种厦门的系统。啊，即、這个兴中会买手去即、這个黄花岗，吼、哦，佮孙中山进行见两遍。黄花岗啊，出来拢不是真，十次革命，八年不是伊啦，哦，两边那是伊啦，一个是惠州起义，哦，1900年、1900年，啊，一个是黄花岗，啊，另外迄个是军事政变，哦，这个半碗的一杯茶，来啉落，啉落无去，爱讲啥物，哦，伊讲。研究对方者，你就啉茶；无法度通救者，甲茶倒去上来啉。哦，就讲单刀独马走天涯，修真成涯到家来，变化金融红太极，波主登基坐神来。这如果在入侵啦，但是啊，我紧啦吼，即主要是咱去开发即个思想，吼、哦，要用安怎的方法，吼、哦，予咱的同心的，吼、哦，要安怎样免讲话，伊个驾驶毛技术咯，迄阵驾驶，咱即种无人去驾驶啊嘛吼，咱即种可能摕一个电脑，还是摕一个手机啊，吼、哦，无共款，好、哦，即嘛是一个。桃园结义地，哦，这是坑杀灰，吼、哦。咱这一段讲较紧一下，吼、哦。这破林就是吼、哦，你这两杯来移起来，啊，这个林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吼、哦，伊讲桃园结义老官长，中乡第二乡乡第二姓名杨啊，不幸做工中义。万古流芳，流传世无双，世无双啊！出中心一碗，移开边啊两碗啉落，哦，还有一个，哦，一个碗，一半碗，一个空的，哦，啊，这边安怎来解决？伊个方法是就讲，甲即个啉起上，吼、哦，含两个空诶，吼、哦，啊，即、這个吼，伊、哦、讲，我义不就干，我主不就满，我本心忠心汉，此起悲惨，即、這个我讲解了解了吼、哦，但是伊个解说是安尼吼，啊，过来，吼、哦，有。五个杯啊，要安怎创吼？伊甲即个杯啊，吼、哦，甲移起来食。啊，安尼吼是变做明啦，明朝的明，吼、哦，安尼有即个意思伫个啦吼。啊，都为倒酒瓶的碗甲移到上方，吼、哦，啊，都讲，即个是，啊，第七破题。这是你拜六个碗，拜六个茶杯啊，啊要安怎创？有，伊讲吼，这两个个移较开的，吼、哦，啊就讲讲，伊爱个讲，一天生水，水朝东；第二生火烧青龙，青池无水青龙绝，洪家兄弟保明龙。
过来，好、啊，这个要安怎解？啊，这个解较复杂啦，这个解吼，这个杯啊吼，起来食，啊中啊一杯该啉落，好、啊，所以吼、啊，何地天地合成汉嗜酒，改姓埋名尽招病。杀灭满洲西汉锦绣三德归大明，可能一讲，哦，这来高爷，哦，啊高爷吼，这个该遗憾，哦，该遗憾，这无遗哈，该遗憾点头，你就无助，哦，明主今年登地榜，文武百官列表。办皇家百万英雄奖，奏此民主定长纲。今后我大家做参考。这个红门天地会过去有这款的记录，哦，过去有这款的记录。这个黑社会的人哦，会晓设计这个目标，这绝对不是无读书的。绝对是读真饱的书的人去设计，爱去设计哦，凭迄个西西里岛的吼、哦，迄、那个意大利的迄个帮派吼，搁较厉害，哦，所以你爱知影讲，即款的物件，即款的物件对今后是不是有路用呢？有路用，无路用这样代，咱有法度去认识，去创作。这嘛是无中生有去创作出来的，好、哦，好、哦，创作这个，啊，这么个讲下较实在。完全政府知影讲，诶，恁即挂汉人在做红门，应该唔知影，根本汉奸在干解讲，天命好唔会上天办法。你讲安尼好，有一条运河叫做漕运。漕吼是三点做一个左错的左吼，漕运这是漕运对。啊，这个吼，伊成立一个叫青帮。咱这洪门吼，洪门是反抗晚清的，叫做洪门。啊，挖晚清的叫做青帮，哦，啊青帮。你那边是来吃头路吼，哦，漕运专门在运盐的吼。就因为中国吼无出山，出山岩面所在少，吼、哦，所以运盐，啊，所以出山岩面所在无够，哦，啊，漕运你有啥物食都，伊下界产的人都有法度上有生存，所以漕运先清帮，啊，请问啥人家是清帮？就该少啦，中华民国一寡大官拢是清帮，拢他的思想拢通有问题啦，拢真有问题啦吼。啊，因为青帮就是咱讲做汉奸啦，做歹奸啦，即、這个就是安尼吼。但时间啦，无讲剩偌济啊吼。有啥物问题，通来讨论无？顺走真久吼，即吼。因为咧讲历史吼，有真多代志，就是咧过去吼，咱的辛苦吼，甲比甲即马有区别吼。即晚清的时代就是安尼，来。我不清楚咧，一贯都我无去解研究吼，一贯都来有啥物历史我无清楚啦吼，至少伫台湾历史上吼是近代的代志啦，吼、我所知道的一贯道哈是。早期是没有开放的，啊，后来就是李登辉登基以后哈、啊，
他的爸爸叫做李什么龙，李金龙，他是带头人，他为了就是台独行动，就是用一贯道到东南亚，甚至到大陆，因为有他们的人也叫我加入，所以我才知道，也是有参与政治。现在可能没有了，因为李登辉没有做了，他爸爸也不在了。谢谢。无啦，咱哦，即款物件爱怎样哦？也阁有啥物问题吼？来，哦，老师你哦，苏爸。他拄好遐有啥一个二二八事件无？有啊。迄个事件就是我真热爱，热血滔滔，而且我真是福气的。嘿。所以我即摆要来讲，我碰到的实在代志啊。哦，讲给大家听。哎呀，我即摆唔是讲理论哦，也是看实哦，我家己去碰到的啊。嘿。我那是台中市北区太平国民党咧教书啊。啊，有一个老建筑师咧，无个伊不下十几都在阮校门内底啊，嘛无甲校长讲，嘛无甲教导主任讲，三个入面，三个入面，校长是隔壁都卫生室啊，啊卫生室内底有护士小姐，迄个护士小姐名我要会记啊，叫徐秀兰啊，秀兰长，秀兰长，我叫秀兰长，这秀兰。我看了嘛，看了嘛，那个看的，看的，哎，这不是我，他也自己，这衣服，实际上自己啊，啊，问题就是在哪位，好地方，好死不死啊？那大龙起来的老师哦，那赛体育的真少的，啊，我是在那赛护士报，大家拢叫我听起来，听起来。财富时报拢好听些，啊听些，你去徐秀兰因家吼，甲因厝诶人讲一下，啊学校有发生代志哦，因人未当倒去食饭啦。啊我听伊徛咧，校长都面面讲，叫我代志甲讲，只家庭好问去甲因厝诶人讲，听伊徛咧徛来徛去。第二就是甲咱问讲，徐院长啊，院长，哦，啊因啊都。我的西亚要穿一件羽毛哦，啊，梳啊梳，梳啊梳，梳啊梳，啊，未出来啊！啊，我都一个老公的中间下头来迄台衣服箱，过来是我后边啊！啊，就是讲我伊个阿妹知道，就是我拿只夹那里，嘿，那塞进衣服底，我那一卡都好，害落去，那害起来时阵哦，伊阿都拄落出来。啊！这俩银行啊，啊！我正个摊了，我只能玩头头头啊！我七个月都滴滴滴下来，哦，这第一点啦。第二点，我也当过，啊，去师范学校，我就讲各种学校，我工作宿舍，学校个困钢筋的困啦，所以真亲，啊，所以聊行业啦。啊，廖学英呢有四个兄弟，啊，这个第二个个呢吼，我那里教书啦，这个第二叫廖弟，好，迄当时的这个军事法官是好，级别偌好嘞，偌大嘞，你知影无？啊，唔知问啥？我这个同学这廖学英啊，每一个八个哟。啊，军事法官会使互你面试，佫白解咯哟，白解咯，就系意思你知哦。陈敏，但是伊陈敏，迄、那个所在就是什么千年古园啦，迄都是叫做麻花桥，对无？确实是啊。啊，确实是的时阵，因老爸、甲因某、甲因老母就来看。几多亲人命啊！七个拢老岁啊，七个拢老岁啊！啊，什么问题都发生啊！因老爸都尿水啦，
啊，要分在三个时段了，分四两分，分落囝是分四两分。啊，老爸老母都在想讲，若要分落这个第二新妇，啊，囝出事啊，啊，即个财产是四分之二互伊，啊，即摆囡仔娶来，搁去嫁，搁去嫁。啊，囝啊，咱个孙仔伊叫他后，叫你嘛是叫爸爸，啊，咱以后个财产搁摕去别人开。哇，安尼要哪算会好啦？这老爸老母有一日安尼，目屎流，目屎滴，有一暗去找迄第四个啦，第四个未娶啦，第四个还未结婚啦。我第四囝，好母啊，拜托一下哦，你娶恁阿嫂做我啦。啊，这第四个看到老爸老母安尼在哭啊，又要跪落，我阿妈妈你莫跪落，莫跪落哦。啊，做你哭啊！啊，做你买啊！答应老爸老母的条件，哦，第四个阿姐啊去娶第二阿嫂做某啦，啊，佫嫁一个囝来，啊，嘛袂歹啦，啊，恁两个都两人分啊，两人分的财产啊，哦，哦，啊，这一件啦，第三件咧，啊，所以这件我迄个同事哦。现在在南开公村那里又入去了哦，有一个在拜台湾神，你们知道吗？台中人头前南开公村啊，李孙女有来吗？李孙女你娶我去的啊，哎呀，那里拜台湾神啊，我是去拜台湾神的时候哦，要纪念碑，每一个名都有写，啊，黄新杰、黄新杰的名嘛拢写伫遐，我同事的名伫遐，我去往迄个石牌啊，我跪咧在哭啊，哭啊，就是哭啊，哭到到去感觉讲，啊，伫迄青年宫只有七十几个，或者第二项啦，第三项我是好好咧办总务啦，啊，本来发薪水。啊，今仔日怎么发薪水啊？都是老师来甲我讲，我姓个啦。啊，大同市北区湖南美的研究的竞赛啊，我姓个啊。啊，迄个甲我讲，陈老师啊，伊那无才啦，我明仔载来才开灯啦。啊，自信完了好无？你们那些讲唔好，偏偏读书嘛。啊，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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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啊！迄报纸了，我你也去啊咧！啊，你也去过一个大路出去啊！我叫叫你说，我搁忘记啊！我嘛唔知咧，两工蛋、七架、三工蛋、四架，大概四五工，我才去讲，啊，就几点你啊？都无来甲证明啊！我即条我就大跳啊！你讲咧，还是咱公务必要啦。你就是去你创一个差异啊，我甲落去就好啊，唔敢做一寡咧作弊的代志，咱唔敢安尼做啦。啊，做咧事甲上去哦，市政府财政局啊，财政局看看你讲，啊，这个人都起诉你啊，你怎么敢无动伊呢？啊，都安尼，都安尼，就去红帮去啊，都无伊个操，那实在有假车，我不管你啊。你要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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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都爱赔啊！啊，我是一个月咧，就算出来一个月，甲下个先收钱啊，啊，出来甲落去，啊，一个月就算出来，一个月就算出来，这个，啊，欠财产以外吼，迄条事才还了，这条代志到即马，我五八十五岁，还唔知啊，还唔知啊，还唔知我报了一个月是咩？啊，我实在是个气质，国民党个气质是啊！啊！我有一回，民国四十多年的时候，我做咧代理校长啦。啊，我就伫校长咧办公，啊，咧校，即校长咧挂牌啊。啊，内底一个老师呢，外省的呢，但是他又参加国民党的，我组长啦。啊，校长很尊敬，我叫出去了。我的校长，我的比校长是咧办公室那边，我叫我出去啊。我们也要开会啊！我开会，你去开啊！开什么会啊？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小组会议啊，这个他妈，这个他妈，这个是秘密的会议了，啊！
啊，我拼命的会议啊，三个人不会，三个人请你出去出去出去，你没回我也没人问好东西，我好多地方逛逛出来，哦，我说现在国民党千万都不方便，啊，啊要过我过没要，这时间的话你话过不这样的，我千万都不方便。即摆时阵就未使讲落个唔叫，我即摆就未使讲。教晒我囡仔。啊。你妈叫我，走走过来唔叫我就未使。哦，知个，反正反正，要拿我，要发表姐。他多啊吼，伊在讲一项代志吼，我想到，讲一项啥代志，带阿叔，吼，这项代志吼，这个规矩吼，叫做兄终弟及，这句话你捌听着无吼？这句话吼，蒙古人在实行啦，可能今麦也不是在实行。蒙古人是一真少数民族。征服了世界，啊，逐年拢去战争，拔出西征，叫做长子西征啊，叫做次子西征，哪有人叫做长子西征？这回去来烧钱咯，恁兜的大汉呢，大汉囝、大汉囝、大汉囝拢来做一滴，啊，战一年无死，两年无死，三年死掉了东西啊，啊，怎啊？第老二，哎，啊，逐年安尼战，这个家族干咩存在？因我个兄终弟及，你讲嘅好话。甲太太呢，大汉的事，甲太太交第二个，第二个爱负责甲因阿嫂，和因阿嫂怀孕生出囡仔上大个。哦，即安尼啊，啊第二个若去死，因第三个就爱照顾三个某，哦安尼安尼，安尼即制度。叫做兄终弟及，圣经来对嘛，较怪，哎，圣经来对嘛，先，好，即有即个制度，他都来讲，我得知吼，即个方法，有，啊，二礼拜的话，你吼，诶，也阁真贵啦，吼，咱。咱在讲个，我所知影就是，当时我要我在读幼稚园，哎、欸，阿、啊、有一日呢，啊叫我转去，啊都幼稚园都转去，啊都啊都乱七八糟啦，哦啊一个，不到开店，两间店，啊中间有隔开，啊这间店卖这款，啊迄间店卖迄款，啊边啊开一旁啊，哦啊店门拢唔敢开。哎、欸，结果撞一个人出来，哦啊，真厉害！啊，我嘛在店内叫来佚佗，哎、欸，啊，阮老母讲，闭嘴，安尼，恁嘴都无声。啊，小仔我一个撞出来，来一个看，这间店，从头到尾看就都无什么嘞，吼、哦，啊，无人闭啊，就出去。啊，刷到咱们路一路看迄、那个。滚车吼、哦，啊枪吼，伫顶头个，啊是吼、哦，无看着钱拍死个吼，但是，安尼叫做二二班啦吼，来来，今天叫我讲话啦，拄仔迄个台北酒店叫我讲，其实我今天实在我有甲伊分享一下，但是我想吼，今天伊多只甲大家分享，是安尼吼。迄、那个广东人吼，因向海外移民哦，有三个移民，有三个迄个淘金潮，一百四公里哦，去美国的旧金山，一百四公里，啊，一百五公里哦，去澳洲吼，迄、那个叫做墨尔本边哦，一个本地个，啊，一百六公里哦，去纽西兰南岛，有人去过纽西兰南亚小区无？拢无。纽西兰哦，纽西兰南岛有一个所在叫做基督，叫做红桥城 （Queen Town） 无？但恁个观光团有一个所在拢无 ？Queen Town 的边啊，有一个叫做 Arrow Town 城市，迄个进城。普通拢无去，迄是一个一百六公里吼，迄、那个淘金乌金啊，淘金厂。那迄个时阵，伊个纽西兰吼，
伊本身的迄个罗岗无同，啊，所以吼，因着为一部为迄、那个为澳洲的矿场来引进迄个钢筋的罗岗，啊，一部分吼为迄、那个伊大清帝国的钢筋移民一挂迄个钢筋人来。但当初去的时阵，因查甫的，先讲查甫的，啊，查某的女眷袂使去，因伊无要互你带遐生看，就讲诶，阿叔阿伯带孙仔去，是啊。好，啊，那迄个 L Town 就讲迄个镇城，即卖已经变成一个淘金城，一个历史遗迹。啊，迄、那个因迄、那个城内部就讲保护了真好。啊，当初迄个广东人，伊是伫溪仔边，溪仔边啊，即卖都保护真好。伊迄个所在啊，寒天啊，啥物零下十，因为我伫遐做旅游，迄零下十五度出来足冷个所在。啊，伊迄块厝是用铁片砌个，啊，迄壁是用石头，零下十五度足冷。啊，你去看迄个厝，你会感觉讲迄个时阵个心酸。比如讲有，比如讲较大间个厝吼，迄间厝吼是徛家。啊嘛是因迄个那乌鲁金仔个人，在遐换钱，叫做咱叫做转店。啊嘛是讲吼，比如讲因个广东迄边也有存在，在因个因个迄款个叫做亚洲个食品，哦，家家乡食品，你知无吼？啊嘛是呢，叫做 community center， 叫社区中心，咱即个广东来遮有闲来遮开讲。所以迄一间厝内底姑娘遐尔济，咱会当想象讲迄个当初迄个心声。就讲迄个广东人是住喺溪仔边，啊，但是伊个白人是住喺迄个镇内。你知错是安尼，好，啊，那么你若有了解迄个纽西兰历史，你知影纽西兰南岛吼，诶，中央的所在，我讲东岸吼有一个城叫做基督城，迄是叫做 Anglican Church， 叫做维利公会所开发的都市，啊，较南边有一个叫做丹尼顶，迄是就是基督叫基督教所开发的都市，那么伊是海边，啊，伊是来着，迄几个教区叫做奥塔罗地区，啊，那么当初伫奥基麦一百六公里来到奥基麦时阵吼，迄、那个基督教会啊，教区又派个宣教师。去个现场，甲迄个广东人宣告。哎，发觉讲话，即个广东人哦，真认真，真认真做工课。啊，不然吼，即个乌金啊，即个透金厂，大概差不多十年就过去，啊，有一部分人留落来，甲即嘛差不多七代啊。啊，我理解，因差不多子孙拢还阁会晓讲广东话。即个内有两个理由，一个就是讲话，即因纽西兰白人，因无要消灭因个家己个母语。啊，我一个就是讲话，恁即个广东人家己有主体意识，哦，即是。一个代，啊，搁另外一个真趣味，讲有一部分人等于广东，那么一部分人等于广东啊，啊，这纽西兰这个泰国的基督教的教父咯，派宣教师对去广东宣教，啊，不然吼，所谓的因中因的国民党讲啊，黄花岗其实奥列斯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三分之一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你讲啊，这大清帝国真腐败，爱推爱从上帝国在地面就职，爱从这个腐败政权推翻掉，但是三分之一的青帮摕政权。就介少嘛，啊，搁迄个独白先嘛，即个有安尼个册，明仔载等我万博书来，你甲问，伊其他几年前就甲我讲，啊，我是因为移民去纽西兰，我伫遐做旅游，后壁即站本来接到去，哇，那么另外后壁搁有一项故事非常重要，我头拄仔讲，就一部分个人吼，伊等于广东，啊，一部分人留落来，迄十部哦，啊，尾仔吼纽西兰吼，国家就开放移民，互恁个旅馆会当进来。如果会当入来，就讲就讲咧接纳，慢慢仔一步一步咧接纳你。啊，甚至哦，嘛互你公民权。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因咧公民权是无完整，就是讲哦，恁袂使投票，无投票权，啊嘛无社会福利。啊，到啥物时阵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注意听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纽西兰有参加英国的联军，啊去咧叫做土耳其啊附近，跳一个地名，我即卖想讲记袂起来。啊！伫遐出征哦，在纽西兰的历史内底哦，死足侪人。纽西兰迄一天的军人节哦，都足大个纪念。纽西兰人口足少，才死几啊百人，不得了，足大个纪念。为伊怎开始？就是讲哦，广东人的子孙，因为纽西兰是一个叫做募兵征兵制度嘛哦，有去做志愿兵，做替纽西兰，就是讲去参加纽西兰的部队，空军也好，陆军也好，伫外国是讲伫在咧。为纽西兰这国家建设，因为为替纽西兰国家建设，就是讲哦，因对这国家效忠就对了吼，啊，所以咯，还完整的公民权，就讲伊的完整的公民权是因为因的子孙、因的下一代有为这个国家建设，转来抗攻击，打下去。我想这个所在，也是咱即马台湾政府，伊要整理、要整理咱这个叫做啥，真正的台湾人的身份，啊，甲中国人民的身份内底。也嘛是赶快去做这项代志，啊，我再提供大家参考，多谢，谢谢。我你咧讲的这个是牛澳金版啊，牛澳金版，牛澳金版。
OK， 再过半段时间，到位啊！好，安尼好，安尼感谢各位。